过南山，南山北斗，死水微澜，日日空见故人心寒。 我是苏荷呀，你可知道，刚才唱的歌谣是何意呀？这是幻妖珠，送你可好？哇，好漂亮的花！ 紫薇老儿，当年你对妖族赶尽杀绝，可曾想到今日会报应在你自己徒儿身上？原来是你！ 是你骗我种下了幻妖珠。仔细算来，你已经到了桃李之年，是不是最近妖症发作的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频繁？那是因为你体内的幻妖珠已经长大成型，过不了多久，妖气满盈，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。<笑>你胡说！我不会变成妖。 然而你的头疼救急，是因为幻妖珠的原因。我要杀了这个老妖婆！爷爷，少卿，怎么才能取出幻妖珠？幻妖珠一旦中入，无法可解。是人是妖，我自己说了算。苏荷。 绝不会输给你。如此大妖，怎会被几条链子就震了大半妖力？看来镇妖石果然如传闻中所说，可以镇住妖力。